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可汗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圣斗士星矢 EX。好，那最近圣斗士星矢啊出了蛮多手游了。那这一款呢、啊，看起来应该是真的吧？应该吧？看起来了，不确定。他这边有写 EX， 他这边还有网址哦，然后可以得到自选 SSR。然后150连抽，还有这个强力女神城护沙织，这个有送，手机预约送城护沙织啊，然后大量转蛋券，然后黄金圣斗士福袋，双商店预约的话还送这个10连抽乘以15，啊靠，那不是150抽吗？然后黄金匕首，接下来就是圣衣经验石啊，经验药水啊，然后转蛋券、四叶草蓝钻，还有四叶草这些东西。哦，这边还会送什么天马座星矢的时装日常服星矢这样，然后一样有转蛋券啊、金药水、金币、蓝钻这些东西。他这边有写正版授权的、啊，有 hashtag 这个，有特别讲正版授权，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他这边有特别写的，只要有写正版授权，应该是比较 OK 啦。这边有特别写。有授权嘛？那预约就可以拿到这么多东西。好，那后面还分享史上最多礼包嘛，加上隐藏版的序号啊，然后游戏的玩法。然后它青铜呢可以赢黄金，全员可以升 SSR， 那很像那个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这样，全员 SSR。那时候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也是主打这个，可以全员升 SSR。子龙啊、舜啊、一辉。星矢，然后冰河大家喜欢的角色，好，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。最初的感动，然后有写正版授权高品质，这边全新 3D 技术打造，好，最强的福利呢分享给大家，我们进入游戏攻略 ，Let's go。哦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。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、独家最新。好，旭哥先来分享这个《圣斗士星矢》史上最多的礼包码，加上隐藏版的序号。那独家分享给大家，这个算是旭哥独家找到的，应该没有人找到，只有旭哥啊，帮大家找到了，在这边隐藏在这边。那前面有一些介绍，预约啊，可以送什么东西啊，反正这个都看一看。那重点是礼包嘛，可以用的，有这个 SEIYA666， 应该可以拿到神角啊。它写在旁边 SEIYA666， 还写东印正版授权的。接下来是这个 SEIYA777 这个礼包嘛。好，接下来还有这个礼包嘛 SEIYA888， 这个圣斗士星矢 EX 就是666778，前面是 SEI。然后 YA， 然后这个大小写注意一下，帮大家总整理。日本殿堂级 IP 正版大作，好，这个是还没开服，但旭哥已经帮大家先找到这个福利了。这边圣斗士星矢，星矢的英文是不是 SEIYA 啊？应该是吧。这个星矢好，帮大家找到礼包码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游戏玩法、啊、礼包码、隐藏版的福利啊，各种最强的攻略，大家仔细看完了，可以让燃烧你的小宇宙啊！这游戏的角色都蛮帅气的哦，波塞顿也太帅了吧，帅到爆啊！刚才雅典娜也很帅啊，神级的人物，和里面的人物的造型都非常非常的帅，波塞顿这造型真的酷。雅典娜呢，蛮性感的，欧派也不错。这游戏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，首先是这个奥德修斯啊，哇，很帅气啊，金装。那这个催眠疗法呢，它可以造成这个所有的斗士每秒恢复 50% 的攻击力的生命值。那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，它可以让这个所有人陷入无法起来的梦境，而且所有角色恢复。攻击力、生命值还有免疫伤害，这个非常好用。开场的时候有一个恢复，然后这个主动启动的时候还会再额外有一个恢复，这样。那练上去的话呢，最多可以到 100% 的效果，然后自身的治疗效果还会额外提升 50%， 这个太奶了吧？
那医师的手术呢，它会造成这个治疗两名受伤我方的斗士，然后恢复他的生命值，最多到300%这样。黄金之血是用这个黄金之血医治啊，我方生命值最低的，哇，这个太奶了，每秒可以恢复最大生命值14%，每3秒。那旧伤复发，呵呵，这名字还蛮好笑的。它为这个累积对其造成伤害这个真实伤害，对一名敌人啊，生命值最高的敌人施加惩罚，这样，那造成真实伤害，真实伤害就是无视防御啊，所以蛮屌的，不会超过800%的真实伤害。好，就是它的治疗效果会造成真实伤害。接下来这个迪斯托尔也是蛮好用的神角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技能组，首先呢，沉默之关啊，会把这个敌人伤害最高吸入关中，那被禁锢在这个沉默之关之里面，然后它会造成这个每秒啊最多受到20%，最多的话20%最大的生命值的上限，那攻击力是1500%攻击力的上限，非常猛啊，直接吸入8秒，这个视为移除战场，就直接无视它，这样直接把它移除战场了。等于是说，对方直接变成4打5啊，我们5个，然后他们瞬间变成4个，这个蛮屌的，所以这个绝对是 T0 神角，迪斯托尔非常好用。接下来这个基斯器冥界坡巨蟹座的这个神招，它会这个抽取这个10%的当前小宇宙，小宇宙就是很像我们的怒气值啊，可以放大招这样，对全体敌人造成100%的攻击伤害。那最多呢，可以造成130%，然后抽取20%的小宇宙这样，然后还有命中的时候还会附带这个打断的效果。接下来是这个蟹座八方美人拳，它的技能组好多啊，它可以无死角打出拳击，然后回击这名，就是它会用这个八方美人拳回击目标，造成150%的攻击力，然后还有击退。最后这个爆弹。他会化身球状弹射5次，随机任意的敌人，这样一直弹来弹去，这样，那命中敌人的时候造成最多280%的伤害，还可以免疫啊，控制免疫一切的控制，还有打断所有的效果，这样。那被命中敌人还会获得这个封印，基本上他有很多很强的 debuff， 还有一些控制系的技能，然后直接把别人就是抓去关，这个太屌了，这个沉默之关，直接让对方少一只，这个蛮神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啊，这个都蛮屌的。好，那就分享给大家啦。那这个游戏可以燃烧你的小宇宙，大家就好好的。